季老师，拳击适合女生学吗？拳击男女不分，主要是看个人的选择吧。但以健身的角度来说，拳击是不错的。嗯。哎，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前面就是公园。这条路也可以到吉祥路。哦，是这样子。我刚搬来江州，路还不是很熟啊。没见过这么呆的人，我不就想多跟他走几步路吗？这墙上的门怎么被封住了？那应该是公园的围墙吧。你有多久没来过这里了？十几年吧。哎，要不我们翻过去吧。你可以。我可以啊，走。小心啊。嗯。你在上面等我一下吧。好。帮我拿下。谢谢。在这等着，先下去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这里突然多了一节废弃的车厢。